发动效果除外。哦，舒服，回来攻击力4000，然后你没有超量制裁了。哎，粒子球，哎，骗到你的粒子球了，骗到了，骗到了 ，sweep 整个骗到啊！哎，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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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只要他没有锁坑的话，他输了。还有后台，好，很快啊！今天1月27号啊，在解锁快斗的当天，我就马上实况了这一套的快斗的牌组啦，想要赶快分享给各位做一个参考、哦，虽然这个有点贵哦，不过这些你们可以就是放一些其他的卡、啊，或是对不对，做一些代替替换哦，不用跟我抄的一样，就是做一个看你们牌组是什么，然后做一个对，就是一些协调改良，而且我的主法也不一定是比较好的，不一定是最好，对不对？主法没有一定。好，那快斗我有据消息，就是说1月份底啊会出那个卡包啊，那卡包内有那个光子的这个怪兽啊，会有新的，就其他的可以强化这个光子系列的牌哦。不过到时候出的我还会再继续拍一套哦。不过还没有出呢，虽然还只有几天而已，不过没有出呢，这几天我就先，我们想要玩的可以先试着玩这一套给大家看看。那牌组讲解的话，这一套就其实还蛮简单的、哦。首先是前进者、哦，它的效果就是，只要场上有光子怪兽的存在的场合，它就可以直接从手牌特招了。这个包括他自己也是光子，所以这个是光子目前这一套的核心哦。因为主要就是特招嘛，特招就是核心。那至于精灵兽的话，主要就是一种拖延哦。因为我今天刚刚实况下来。哎，毕竟如果拿掉的话嘛，对不对？那这样子的话，像光子就只有这三种而已，那只有9张卡。刚这样子实况玩下来，其实有好几次有卡，就是只有一张怪兽啊，其他怪兽没有来啊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那后来就改到说啊，放一下2张精灵兽来做一个，就是比较拖延哦，就是对，就是一个拖延，比较可以缓和一下战场，比较不要卡的那么痛苦哦。当然你们也可以不要放，而且就像我前面讲的、哦，这个月底出卡包，一定会出很多光子的，应该一定会出光子的新卡嘛。那到时候精灵兽可能就真的是不需要了哦，直接可能是不需要了，搞不好对不对？搞不好之后又有什么主法，对不对？好，先不要把话讲得太死，反正到时候可能这个精灵兽就不需要了哦。好，那这不过我要先说，我还没有先看那个卡包的新拆包内容，我还没有看，只是听我朋友说很强，哎，很强。对，出很多很强的，是听说而已，我还没有看。好，那这个精灵兽主要就是拖延嘛，就是它被破坏的话，可以从牌组特召它自己，或者是特召这个额外区的精灵兽啊。这个应该不用讲，大家都知道，应该说很多人都知道啊。好，那接下来是粉碎者哦，粉碎者它一个4星就有2000的打点，它有这么高的打点，当然就有副作用啊，就是它攻击过后就会变成守备表示啊。不过这个无伤大雅哦，不过因为我们基本上就是拿来做超量的啊。好，来，接下来是光子充能者，一回合一次可以5方主要阶段，只是下一回合，下个5方准备阶段时次卡攻击可以变成原本的2倍啊，就是变成2000。然后如果你发动这个效果的话，这个就不可以攻击了啊。换句话说，你可以叫它。如果你要想要让他攻击的话，这回合进行攻击的话，你就不要发啊。如果你想要让他就是战场哦，单纯的战场哦，那你然后不攻击，你可以发哦，攻击就变2000。好，那为什么是变2000呢？你们有发现这光子的怪兽很多都是刚好2000啊？比如说，你看这个光子前进者的，我刚刚第二个效果没有讲，就是他场上有除磁卡以外的光子怪兽的场合，磁卡攻击会再上升1000，会就变2000。然后这一只也是2000，那这一只呢，发动效果后也是2000，是为什么呢？主要就是来我们的银河眼啦。来，这里就给各位看一下这个银河眼光子龙啦，磁卡可释放我方场上2只攻击力为2000或以上的怪兽从手牌特殊召唤。光看这第一个效果，你们就懂了吧？为什么？懂了吧？
所以说孔子系列为什么攻击要2000？对，好，那他第二个效果呢？哦，反正我们都已经在讲这一章嘛，我们就直接读下去了。第二个效果呢，此卡与对手进行战斗的战斗步骤时，可以移植该怪兽对手怪兽为对象发动哦，将该怪兽将该对手怪兽与场上的磁卡除外啊，啊，以此效果除外的怪兽于战斗结束阶段的时候会返回至场上，然后以此效果除外的怪兽如果是超量怪兽的话啊，那磁卡的攻击力还会再上升该超量怪兽除外时的超量素材啊，超量素材乘以500。比如说如果他跟他那个有两个欧巴类 unit 有两个超量素材的话，那你给他除外，你攻击就会上升1000变成4000，然后他素材都零的，因为他除外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其实蛮暴力的。他的第二个效果简单来讲就是你可以跟对方，他不管是你打过去还是对方打过来哦，只要跟这只战斗，我们都可以跟他一起双方除外。不过结束阶段的时候就是战斗这个战斗结束阶段的时候，就是还是会返回场上，就有点像那个领主哦。哎，我们之前那个还蛮主流的，这个叫什么领？我们都叫他领主哦。哎，这张卡我给各位看一下，这个哎 ，PSY 骨架领主就是可以，就是除外啦。哎，双方这样子，对方的怪兽跟自己，然后双方除外，然后结束阶段的时候会返回场上。哎，就是这样子的效果啊。然后只是说这个光子龙啊，如果你跟他战斗的怪兽如果是超量怪兽的话，还可以进一步啊再上升那个攻击力。哎，对，就是对，几乎就是超量的杀手啦，几乎基本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讲完了，这个三个怪兽我们都讲完了，应该是四种啦，因为包括这个维因达。哎，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讲这个魔法卡。破灭的光子流哦，就是我方场上有存在冠有银河野之名的怪兽的场合可以发动，就是直接可以选一张卡牌直接从游戏中除外啊。如果我方场上不存在银河野光子龙的话，这张卡就只能在我方回合发动。不过如果我方场上有光子龙的话，这张卡就也可以在对手回合发动，就是说你这个光子龙啊，这个银河焰光子龙就是这一只哦，就是这一只银河焰光子龙。你如果在它在你的场上，那你这张光子流你可以盖起来，盖起来，然后在对手的回合哦，你可以断他的招，就是直接不讲道理的除外啊，就像因果切断一样除外。不过这个比因切还要强太多了，因为因果切断除了还要舍手牌这个代价以外哦，它只限定表示怪兽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光子流是直接没有限定，直接把卡牌除外哦，后台也可以，里侧怪兽也可以，对不对？这张卡就很丢很强。好，那接下来就讲完了，那这后台这些就不需要讲了。那这光子领导是今天蛮多观众有推荐的，就只是从手牌会特殊一个特殊召唤一个等级试一下光属性，就是主要就是怕有一点卡手会放了啊。不过这要不要放是看你们哦。好，那差不多是讲完的，来我们讲一下额外哦。额外的话我们就讲重点的这张卡好不好，我们先讲这最重点，因为这张卡是核心，超级超级核心，它是可以直接特殊召唤那个银河野光子龙的一个超强力的卡片哦。它的超量条件就是两只光子啊怪兽等级是乘以2，然后叠上去就是要本家的，就是要光子只的怪兽，然后两只就可以才可以叫这一只，对，叫这一只啊，叫这一只叫什么？蒂加拉克西昂啊，好，然后他一回合一次可移除最多两个素材并发动哦，根据为的发动此效果移除的超量素材数量适用以下效果。如果你移除一个的话，就可以从手牌特殊召唤银河野光子龙；如果你移除两个的话，就可以从牌组特殊召唤银河野光子龙。哎，这个就很强哦，因为银河野光子龙它本身是要释放场上两只，攻击力2000以上的怪兽嘛。那我们这里的话就是，这里如果透过它来，透过这一只来叫的话，就很赚哦，因为你看。
超量这一只，然后移除素材，然后从牌组或者从手牌特殊召唤，哎，那等于说他场上这只也在，然后又有类似3000的那个银河也在，那就死巴拉西。好啦，那我也不知道能讲什么，因为这一套其实还蛮无脑的、哦，一般基本上一玩就上手了。对，结果我还是讲那么多。好，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实战精华啦。没有了，我就要继续赛啊！哎、欸，我要正当的赢嘞、欸，那种断线的那种莫名其妙的不算嘞、欸。看得出来。你感觉很困难。又是青眼。我的妈！又是青眼，好家伙，又是青眼！哦，这起手 OK。嗯，起手确实还不错。OK， 给一回合叫，哎、这还不错，是真的。然后又有光子，又有干后台的，哎，这已经是完美的理想了。嗯，理想点的话，前进者换另一张啊，毕竟它的效果是最核心的。该一个后台叫一个，哎，真的哎。哦，有机会哦，这次是有机会哦。有哦、要赢了，那银河旋风不知道支付1000点，是不是？是啊，还支付1000。这一次已经赢了，哎、啊欸，这样真的是赢了，哎，兄弟，赢了！只要他没有锁坑的话，他输了。还有后台，可以加入我的龙破坏牌组啊。然后因果切断，兄弟，可以特殊召唤。哦吼！攻击表示。从牌组特殊召唤。哎。再看一次。不要啊！要啊！虽然他这个蓝、这个绿绿的真的是很不好看，就跟左边差很多。这个是速攻，我可以先等等再开。好，宇宙旋风先盖起来。好，兄弟，来骗，来偷袭。千万。先看他会不会有没有什么手坑呢？有点怕呢。好怕啊、哦！还是要打、啊。我知道，看一下有没有。没有。要赢了吗？要赢了。来，光子流，青眼除外，太神啦、啊！变不见了。哦，舒服、哦。直接攻击。俺に勝つには貴様の心は弱すぎる。是你运气太好啦、啊！刚刚那是运气好，不过他最后那一波超量是有点无解，一个迷之操作，迷之操作。希望战士，我操，再给我一只怪兽就好了。モンスターをセット。そうだ。今はそのカードで。カードをセット。ライオンの陷阱。それでいい。タフエンド。怪兽。哦，可以啊！斯巴拉西回杀，哦，又一个回杀了，经典哦。哦，霍普雷啊！看来是那个魂的观众哦。你很混，但是我的骑手更好。这种骑手遇到什么主流，基本上都还蛮扯的。这骑手很棒。输。他搞不好有锁坑哦。哦，也是啊，搞不好有。还记得上次吗？啊，其实我可以公宣的时候再用，看有没有励志小球，不过没差，打过去，来，骗偷袭，啊，没有吗？哎呦，可惜，
对，这魔法卡很强，他也是速攻哦，他是速攻的，哦，速攻除外，很强啊。行くぜよ。懺悔のよ。哦，排平啊，这起手，我完了。俺のターン。少一只怪兽。少一只怪兽，很容易抽出来的。雷龙打白龙是雷龙赢吗？看起手啊，看双方起手。五代遗迹耶，五代遗迹呢？我操！因果切断丢下去，哇！把因果切断丢下去，永续陷阱吧。这张一定要是那个哎、欸。啊？哇！没有啊，对我知道没抽到，没办法。来救不？没事没事，有哦，这里我就直接除完你就好啦。哎，他这里很不妙的，他这里着急了，兄弟，你这里急了，你太急了，这样他就空场了。我、哦、操，又是硬切，小伙子，又是硬切。哎呦，大师兄在手上！我操，一大师兄在手上、啊！好耶，大师兄！我决定待会来放一张宇宙旋风啊！哦，这种自残卡蛮适合我的。啊、宇宙旋风是 T1 魔法卡啦。这样可以让我绝命运抽牌。嗯，下回合就来解决你啊！来，啊、只要下回合让我抽到那一张，只要让我抽到的话，拜托！哎，没抽到！哎，小伙子，可恶，没抽到。好吧，这里就有点点小尴尬。好吧，先叫，先发动效果。好，先打掉你中间。嗯，よし。下回合。哦，武者，你要超量是不是？两个三。哦哦，是回去哦。好吧，再还会再上升。嗯，没关系。超量吗？来啊！阿三超量，叠上去。你不叠你也赢不了、啊。哦，出这一只哦，这只是怎样？哦，可以攻击两只啊！你可以攻击两只，但是你也打不赢呢、啊。哦，熊贼，你是可以攻击两只，但是你打不赢呢。不要自杀，熊贼。兄弟，你在干嘛？兄弟，珍惜生命啊！不要投啊，兄弟。好吧。哎、欸，啊，抽到了，抽到了！我想说，你那只留在场上也好，对不对？你至少留个场上，让我们的这个光子，他直接空砍空手牌嘞！我操！哎呦！オーバーレイユニットを使い、ギャラクシオンの効果発動。えい。現れろ。カードをセット。バトルだ。終わり。これで終わり。ギャラクシオン。我们怀念他。嗯。恐怖！我竟然是仙宫，讨厌。嘿，搞忘你仙宫抽到那张魔法，对不对？見たければ。卡索兄弟，龙上来了，可恶！我后台，你后台，干狡猾。啥呀？干，哎。我可以特殊召唤呢、欸，可以啊，因为你的电子光子，我可以特招哎。嗯，可以。哎，是。
可恶，我就要被你断了，兄弟！モンスターをエクシーズ召喚。アラール。飛行艇ギャラクシオン。哦？オーバーレイユニットを使い。是别的卡、哦。ギャラクシオンの効果発動。欸？何もないなんて。干，我就是死了，等一下。不会啊，没有死的，我那张魔法没上来。カードを防ぐ。カードを防ぐ。バトル。ギャラクシーアイズフォトンドラゴンの攻撃。フォトンストリーム。还有一千。哎、欸、靠！快，フォトンクラッシャー！儿子，カードを防ぐ。那你，你要继续跟我拖？那你遗，会不会是遗物啊？好呀！哦，兄弟，好啊，我给你卡子。これで終わりだ。ギャラクシーアイズフォトンドラゴンの攻撃、破滅のフォトンストリーム。はいよ、例えば。甘いな。リバースカード。やはりな。発動。お前、でし。除外。ギャラクシーアイズが躲过破坏。你太晚发了，你不该等我战斗的时候再发，你不该。仕留め損なったか。ターンエンド、俺のターン。好险哦，好险我是战斗了你才发。快，フォトンアドバンサー。以牙还牙。リバースカード。哎。トラップ発動。哎。怎么样？どうした？ターンエンド、俺のターン。ドロー。还有吧。哎，这次就没反应了。有、哦。为什么？快，フォトンチャージの。哦。哇，你干什么？你要不要直接公布好了？哦，两张都雨炫啊！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对对对，你生命值剩到一千就不会发动那个反应。你这么一讲，我突然想起来。懺悔の用意はできているか。デュエルも俺を俺よし。モンスモンス。光天使全杖哦，完了，完了，妙了，输输输。哎，有点不妙，我连这些连锁哎，这个很扯的，又特招又抽牌，看他要不要同步，哎不，看他要不要超量。他应该不会吧？应该不会这么早抄，我觉得，因为他可以原本可以炸牌的，他这样子，哦，他还是抄了。没关系，入魔，哇、哦，这招很强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光子领导，哎、欸，哪里搞嘞？可恶，我的手牌要没了，亚梅喽 ！Oh my， 啊，狡猾。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至少我怪兽都还在，不要有后台，好不好？求你了。我看宇宙旋风，我放三张雨炫，不要跟我开玩笑。啊，没有抽到。看三张雨炫，一张都没有。喂，可怜的。大兵打手。不管啦。哦，不开耶，没有啊，抽牌就有反应啊，他那个牌就不是那个反应的、啊，不是可以阻止我的反应、啊。哎，出这只，哎、欸，公子龙，来，有机会吗？加拿大？哦，不是加拿大，对不起，不是他抽牌就有反应的三小，哎、欸。超亮克星，你可以跳过这个动画还是重？
嗯，那个绿绿的真的是，他把绿改成蓝就好了，好多了，真的。我还想我要不要盖起来，我要不要盖起来？哎，还不要盖，盖好了。啊，来骗，偷袭，发动效果，除外。哦，舒服，回来，攻击力4000，然后你没有超量素材了，哎，我觉得有点不妙哦，不过我有月之书，可以吧？哦，想干嘛？哎、欸，还要特招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纳尼？哎、欸，可恶！哎、欸，有点不妙呢。他超量的时候可以抽牌，又可以炸卡呢。你说我应该是要盖起来了哦。十位磁卡超量召唤成功的时候可以。哇，直接炸牌咧，不能啊，兄弟，不能不能让你超量啊，对啊。我操，再见的，哦哦，可以还可以，他也叫不出来了，除非哇，还真的是光子，我、哦、操，原来是光子领导，哎，哎呦，哎呦，操，原来是这个。小伙子，不错呢。哇！攻击力会变零啊，效果还被无效化。哎呦，我好爽！哎，狙狙！哎呦！可恶！我的挣扎，哎，他可以这样一直点哦。无限发动哦，大哥啊、哦，他没有说一回一次啊，哦，他没有写限制啊，啊、哦，ナルほど，谁哈吗？呀，还没输，还没输，哦，这一招，银河眼，我操啊，拒绝了，哇，是啊。哎呦，如果再抽到一张怪兽的话，我还可以复活的。哎，可惜，哎，对，不然还有机会的说。可恶！如果我把它盖起来，再挣扎一回合，我下一回合要抽什么才可以逆转？好像也逆转不了、哦。嗯、没救了，好像没什么。对啊，可恶！你狡猾也下去了。可恶！啊！哦，月之书哦，哦，你说月之书来改读那个因果、哦？嗯，对，刚没想到这个操作没做过，就没想到，突然忘记。哎呦！オーバーレイネットワークを構築。現れろ、ナンバーズ17。リバイスポップ。オーバーレイユニコーン。リバイスドラゴンの効果発動。来い、サイレントアングラー。俺はこれでターンウェンド。ハンティングドロー。来い、ボトンチャージマン。哎，有机会。ボトンアドバンサー。这起手不错。这可以杀了吧？还没有到回杀，还没到回杀。但是应该差不多。オーバーレイネットワークを構築。エクシーズ現れろ。飛行艇オーバーレイユニットを使い、ギャラクシオンの効果発動。現れろ。可惜他上手。カードを伏せ。バトルだ。我就老实把你打掉好了。
皇帝ギャラクシオンの攻撃。看来是有坑呢。ギャラクシーアイズフォトンドラゴンの攻撃。破裂のフォトンストリーム。粒子球。モンスター効果発揮。ギャラクシーアイズの。骗到你的粒子球了。骗到了，骗到了。Sweet， 整个骗到啊，舒服。骗到了，骗到了，嘿嘿。啊，兄弟，你在干嘛？兄弟，这是什么？这兄弟你在干嘛呢？这我看不懂。好吧，那就打过去了。哦，他可能是想让我知道他起手是什么，抽到什么吧。啊，毕竟他已经空牌了。行，攻击！これで終わる。